好，人生世事真的很难预料，因此很多人觉得呢，相爱就要赶快结婚。六月份又是结婚的旺季了，为了解决很多准新人他们资金上的缺口，银行纷纷推出所谓的结婚贷款专案。行库的主管就说了，只要你凭着喜帖或者是结婚证明呢，那么信用良好的新人都可以来申请银行最低利率的优惠条件，目前大概是介于3%到4%之间。那么说到信用，要特别提醒民众了，注意您个人信用的问题，因为现在很多上市上柜公司的会计部门呢，都会来要求一些特定职位的应征者必须要提供廉征中心的报告，如果你上头报告难看，公司可能会拒绝发聘书。